下面马上进入第一阶段抢星战。首局需要出现的挑战者究竟是谁呢？他就是罗可欣。大家好，我是米姐罗可欣，我终于又回来了。请问大家，你们谁敢向罗可欣发起挑战？请考虑王彦博、杨建鹏两位男士有勇气。姚望，为什么你没有出拳？我只想说，你不要输，我在后面等你。他说他在后面等我，那么就意味着王老师要下去了。我选择王彦博。欢迎彦博。好，各位现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彦博。这场比赛我是携武者风骨，带谦逊之心，但携必胜之志，跟我们的罗老师一较高下。在上次一战到底的时候，我是巴西柔术的子代，在不久之前我已经拿到了巴西柔术的宗带。哇，现在拿到的巴西柔术的宗带，全中国只有10个人。在2014年，我受了非常严重的伤，大夫给我说，你从此以后可以放弃重竞技了，你就只要保护好你自己，活到60岁，再打2颗钉子我给你，这样你还能到死，还能站在这个陆地上。当时我也想过要放弃，但是我觉得，如果我放弃了，我会对不起我自己。我相信武道带给我的不是你多能打，而是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还在能坚持那一步。也正是这样的坚持，我花了10年的时间拿到了我的宗带。所以罗老师，我的热情还没有褪去，我会拿着这条宗带在跟您对战的时候一往无前。汪家卫在《一代宗师》里说，为什么武术叫功夫呀？其实是因为功夫就是时间。我今天站在这里整整花了14年的时间，所以我今天用我这14年的积累，用无招胜有招的姿态来接王老师的高招。两位摘星战第一局，请准备。被称为苏俄潜艇之母的是哪个设计局？克格勃。俄罗斯潜艇局。苏联潜艇局。红宝石设计局。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。好的，在王老师掉下去之前，我们来看一下他身上的星数。2颗星，恭喜罗可欣摘得2颗星。如果说学习武道能告诉我什么，就是你要坚信，在你最黑暗的时候，你可以从这道黑暗走出来。我坚信，黑豹就是在我黑暗里拯救我的那道光。这些话我跟你保证，我一定会帮你带回总统台，你相信我。